我国综合国力、社会生产力、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。目前，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，服务贸易第二大国，使用外资第二大国，对外投资第二大国。移动通信、现代核电、载人航天、量子科学、深海探测、超级计算等领域取得重大科技成果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